哎呀，真是太爽了，做的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做一个老子从来没赢过这么多钱，只要跟着做，哎，来吧，就跟着你做，跟着你混啊，嗯，给你，没大没小，没大没小，嗯。 妈妈，这么多，连一个这么多吧，我的天！这个可以买东西是吗？那当然，可以买很多，什么都可以。您等着排过来。好，那稍微等一下。听说两位猜骰盅连爆庄家10几把，这么厉害？我们赌庄从开业到现在，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 哎，这里有20000块的筹码，是我们老板奖励二位的。来，顺便呢，我们老板。 也想和二位交个朋友，怎么样？丽丽，天上可没有掉馅饼的事。况且帅哥那么多，别花痴了。现在啊，36计走一张的，上了。哦。 平安。哎，我说美丽啊，今天伟爷
他想见识一下你的赌注，咱们也不吃亏，要不你就跟他赌两把，反正输了算他们的，赢了咱们就发了。这位姑娘，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我们赌场从开业到现在，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像姑娘这位奇人。我们兄弟们也想亲眼见识一下姑娘高超的赌术。伟爷既然答应二位的，那就一定不会食言，放心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姑娘果然是女中豪杰，来吧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姑娘有什么要求，随便提。要是我赢了你，我要他陪我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。啊？安仁，你代表我和这个姑娘玩两把，你的赌术我是信得过。现在都是年轻人的时机，记住，千万不要放水哦！啊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样最好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加个赌注怎么样？好啊，怎么个赌法？要是你赢了，我就是你的；要是我赢了，你就是我的，怎么样？先想办法赢了我再说。你刚才猜骰中，连爆了庄家十几把，第一轮我就跟你赌骰子。好，就听你的。姑娘，这一把大还是小？继续开大。不好意思，一、二、三，六点小。姑娘，我提醒你一下。你还剩三把，如果你再输一把，你就输了。看来你想和我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是不大可能的。着什么急啊？我是让你的，怕你输了回去哭鼻子。继续来，从现在才正式开始。
另外，女士优先，我让你先拿。你确定要让我先拿吗？姑娘，请拿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拿好了，到你拿了。不用了，双天至尊已经被你拿到了，已经是最大的牌了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不是吗？第二局就是我赢了，接下来是第三轮。好了，二人，